上海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民族工业发祥地、民族品牌发源地和集聚地。上海制造曾以经典优质享誉海内外。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今天，上海正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建设全球卓越制造基地，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上海制造是这座城市传承的重要基因，更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坚实支撑。上海宝山宝钢股份的现代化生产线上，一批高强度的镀锌钢板正在加紧生产。这种耐腐蚀、焊接性强的钢材正随着汽车、航天等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而供不应求。不断增长的订单加重了生产线的负担，但智能控制系统的运用有效缓解了这种压力。目前智能化设计已渗透进钢铁生产的各个环节，从高炉炼钢到热轧冷轧、仓储物流，整个生产线在计算机的控制下完成工作。传统制造业正与各类新兴技术协同一体，融合创制。肖苏是宝钢厂区内仓储与物流系统的负责人。所有钢铁成品在仓库中转后发给全球的客户。在这个面积超过五个足球场大小的仓库，每天中转的钢卷近10万吨。原本需要上百人协同工作的仓库，现在已空无一人。这个仓库呢，是我们国内第一个从设计、施工到最后调试投产，完全按照自动化、信息化的一个要求来进行的仓库。我们传统的呢，整个仓库需要配员大概要130到150个人，像上海现在经常35度、40度，我们经常里面到50几度也有的，那我就经常我们一个工人一半天干起来就从里到外全部湿透。现在仓库内已不再需要工人从事繁重的劳作，取而代之的是监控人员在智能化的控制中心利用大屏幕监控数据，确保系统顺利运转。现在整个做的还可以。为了让无人仓库达到现在的效果，肖苏和科技团队付出了整整5年的时间。那确实是从0到1，像我们这个激光扫描仪，各种钢卷能够100%扫描出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版圆柱卷，它是露天揭露，反射率是不行的，那么就开始调整。调整好以后呢，这个当时大家觉得可能都很好了，就是交接班的时候是不行的，特别是夜班交给白班的时候是不行的。当时他就觉得说，哎，是不是有人在动机器啊？后来也是有一天通宵嘛，发现早上太阳一出来，它的反射又不一样。精密的激光扫描仪受到气候、光线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肖苏和同事们一一攻克这些技术难关，使之发挥稳定。中控系统通过激光扫描判断出钢卷的不同大小与具体方位后，指挥航车对钢卷进行自动抓取，并按照计算出的最优位置进行摆放。仓库实现无人化后，利用效率也比过去明显提高。现在 A 跨是现在库存是26000左右，这个已经超过我们设计能力了。对，设计能力23000嘛。对，对，应该还能再放的，对吧？对，还能再放的。通过库位的优化控制，花了造3跨仓库的钱，实际上又多得到了，甚至1跨，甚至更多。然而，肖苏并不满足。现在他希望将独立运行的仓库与码头贯通起来，最终与码头形成一个智能化运行的物流网络。
萧苏的计划要想实现，必须使负责运输钢卷的框架车也实现无人化。为此，科技团队专门打造了这台高载重的无人框架车。长达12米的车身，在与框架完成定位时，误差却不超过4厘米。对，哎呦，那将来安装油调整怎么办啊？要设计一个卡槽，一坏啪往里卡。你这样，否则你每次维护，你的基准变掉了。对，现在就是这样。高载重无人框架车在正式投入使用前，还要进行持续的测试。它可以轻松托举起重达120吨，相当于30头大象重的钢卷。未来，通过地下预设的磁钉引导、超声波碰撞感应系统以及视觉系统这三部分，这种车可以在无人状态下完成钢卷运输的整个流程。信息完整以后啊，我整个的这种对计划的控制会做得非常精准，那么整个效率包括码头的这个仓库的效率大幅度提高。传统工厂的智慧升级，使得宝钢迈向绿色生产，一座更智能、更环保、与城市和谐共生的工厂正逐步成型。宝钢生产的高品质镀锌钢卷中，很大的一部分订单来自上汽集团。通过大型冲压机，钢材被加工成汽车的各类零部件。上汽乘用车公司的临港工厂内，现代化的产线正以每年20万辆的速度生产，平均不到3分钟就有一辆汽车下线。近期，一辆融合了100项创新技术的互联网纯电动汽车即将面世，这将为客户带来全新的体验。这款名为光之翼的纯电动汽车，在性能上直接对标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品牌，在加速性能和续航里程上甚至还实现了超越。张东是光之翼项目的负责人，为了这款车的面世，团队用了近3年的时间。这是一款我们上汽乘用车公司至今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纯电动产品。它不仅仅是一个纯电动车型，它还是一个有智能网联化的一个新物种。在互联网汽车领域，我国汽车企业正走向世界的前沿。汽车通过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成为了一个个可以移动的终端，随时随地为驾乘者提供智能化的信息服务。为了使光之翼在这一方面做得更加极致，张东特意请来科技团队，打造一款全新的汽车导航系统。右转。和一般的车载地图导航不同，这款被称作 AR Driving 的视觉增强导航系统，可以通过摄像头把驾驶员视角的画面同步投放在仪表盘上，并在动态视频上做出实时的辅助引导。开飞机的时候，所有的信息都在那个挡风玻璃上，对吧？接过来在车上，简单一句话就是所看即所得嘛。就通过 AR 专门这个东西，可以做到高精度的定位。比如说车辆在哪条车道线上，哪条离左右车道线的距离，包括离左右马路牙子的距离，我们都可以精确的算出来。当然举个例子，就是有时候你开车到了路口的时候才想到，哎，我要往右转，但是那时候已经你不能往右转，但是如果你有了 AR 专门，你就可以提前的，我们就可以对你做出引导。目前张彦坤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是保障影像内容可以及时的转换成引导信息，在日常状态下的测试已经非常稳定，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只有实现全天候顺畅引导才是真正的成功。
张彦坤的团队决定在大雨天进行一次道路测试。刚才显示出来就是这个车在25公里以上，这个线还是会来回走的。嗯，会东西，会有些亮条会把这个中间行驶车道还有旁边那些车道混为一谈，可能没法区分出来。这种偏差高于张彦坤的。不准的主要原因是雨水对摄像头的影响，光线的折射导致信息发生偏差。主要就是收集了大量暴雨天的一些路测视频嘛，同时确实把算法也换掉了，换成了就是说比较复杂一些算法。经过不断的矫正与推演，新的算法终于在大雨天通过了测试。那个车道也没问题啊，车况你看多稳定啊，确实挺好的这个检测。车辆检测挺好。不但如此 ，AR Driving 提供的精准引导信息，在关联到驾驶系统后，甚至可以帮助车辆实现 L4 级别的无人驾驶。这意味着，在特定路况下，不需要驾驶员干预，就完全实现自动驾驶。汽车工业它的新技术层出不穷，网联化、智能化、电动化，这个三化。合在一起啊，其实就是我们目前 Marvel X 呈现给大家的。2018年9月30日，光之翼在上海科创园内正式发布。一批通过网络预订的车主也拿到了新车的钥匙。作为制造业得力的帮手，机器人也正越来越富有智慧。贾涵是一款新型协作机器人的开发者之一。作为软件工程师，他的任务是打造机器人的大脑。通常在给机器人部署任务时，需要专业工程师进行复杂的编程和反复的调校，效率较低。而贾涵研发的机器人有望打破这样的传统。按住这个按钮之后，你就可以把它的末端迁移到任意你想要的位置，我们可以快速的视角点位，也可以让它重复我们之前做过的动作，这样子会大大加快我们产线部署的时候调试时间。机协作的安全性上进行了特别的设计。
如果我们的工人通过一些意外的操作碰到了它，那么它会及时的停止，保护工人的安全。安全性有了保障，工人们就能放心的和机器人近距离相处，在同一生产线上协同配合，完成更为精细的工作。协作机器人的成功研发，为更加高效的生产提供了可能，但贾涵仍不满足。如果能让机器人自由行走，将会进一步提高效率。传统的产品都是固定一个机械臂在那里去进行工作，产品加工过之后，站与站之间的上下料还是通过人去进行搬运的。我们想把这个机器人从这个牢笼里去拿出来，我们的移动平台就相当于一个人的腿，机械臂就相当于一个人的手，就可以完美的帮助客户把它的最后一层没有自动化的这一个点给解决掉。一年一度的国际工业博览会即将召开，这款全新打造的机器人也将在大会上首次亮相。为了实现有效的推广，一个具有创意的想法在贾涵的脑海里闪现。这次会让我们的复合机器人在不同的位置给观众进行拍照。为了保证在人群中的安全性，机器人还要接受严格的测试。在工博会现场会有很多的观众，安全性需要达到万无一失。我们做了很多实验，小车旁边有障碍物的时候，它是否能够停止，或者是进行一个远距离的安全减速，包括人对机械臂进行触碰的时候，机械臂是不是能够快速停止。国际工业博览会每年九月在上海召开，至今已举办了20届，是我国举办规格最高的全球性制造业盛会。今年有超过20万的参会者，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新一代大负载协作机器人终于亮相。3、2、1，上海正努力建设成新兴产业的策源地，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上海制造已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上海制造应该在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的这种大的趋势下面，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随着现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越来越紧密，上海更应该强调新经济和新兴产业所占的比重。五角场，上海最著名的商圈之一。最近，这里一家没有售货人员的无人商店引起了顾客们的关注。小吴和小沈是在海外留学的学生，假期回国逛逛商场，他们对无人商店产生了好奇。要想实现无人购物，首先要通过手机把脸部信息与银行卡进行绑定。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店内的摄像头迅速识别了他们的身份。
在无人商店，货品上的标签经过红外线射频技术处理，在通过出口闸机时，机器会自动识别出购买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系统则精准计算并自动扣费完成交易。准确度跟速度都是非常快的，然后这一点我是比较满意。环维正是这个无人商场解决方案的负责人，他认为要想将人脸识别技术与商业无缝对接，必须做到快、准、稳。快就是我们希望消费者在这个进店、逛店和支付的这个过程中，全程是无感、不受到阻碍的。所谓准，就是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够实现同样的效果。所谓稳，我们希望不出现误扣费这样一个非常恶劣的现象。无人店让顾客有了全新的购物体验，与此同时，在运营中统计的消费行为数据也开始产生价值。你想，整个购物体验中，人是从在店外看，他到进店，在里面逛，到最后拿东西，才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我们会反馈给商家，让他看到，其实是利用这些数据来进一步提升他的运营。目前，由环维团队提供技术软件与服务的无人店，面积都在100平米以内，但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而是要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于上万平米的商业综合体。人脸识别技术开发已被纳入制造业中的新兴产业，它还将运用于安防、交通、金融等多个领域。人们的生活品质正因智能化产品的广泛应用而不断优化。上海长征医院史健康教授正和团队讨论一场高风险的手术方案。那我们先做后颅，先把腰椎给做。我建议呢，再把这个胸椎那一块再拿掉。病人的脊椎里出现了骨化物，医生必须从一个细小的骨缝中进行手术，丝毫偏差都可能导致病人完全瘫痪。依靠传统的诊断方法，医生只能通过平面的医学影像光片来判断病情，在检查过程中始终存在视觉死角。这个病例呢，是一个诊断为后纵韧带骨化症这么一个病人，他的现在大小便已经出现问题了，严重的呢就会导致截瘫。这个病人呢辗转了几家医院，都认为不建议手术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手术风险是太大。对于史教授来说，如果有一种技术产品可以帮助他360度无死角的观察病情，将极大提高手术的成功率。 VR 即虚拟现实，可以对现实事物进行 3D 建模，让使用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史教授希望病人平面的影像数据也可以通过这项技术以三维形象呈现出来。孙悟空变成一个小蜜蜂进入人体，在人体当中到处去漫游，去了解整个的情况。那我们也可以通过 VR 技术呢，就是钻进椎管当中去了解，立体的了解这个病变在椎管当中的状态。为此，史教授请来了虚拟现实软件的制造团队。那么我在想呢，就 VR 技术进入临床之后呢，就是让我们过去看不到的东西能看到了。我们最终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新科技不仅仅是一个炫酷的东西，而是真正可以在医学领域里面帮到各位医生在临床中可以应用的需求，100%的还原。林博士正是这个 VR 团队的负责人，他知道虚拟现实技术要想真正帮到史教授，必须要把数字技术与医学知识相结合。
为了不耽误病人的手术，林博士的团队必须在3个礼拜内完成新软件产品的开发。他们计划首先把正常人体的肌肉和骨骼全部模拟出来，做到每一寸组织都可以单独呈现，之后再将医学影像数据与模拟出的人体进行结合，以便将病变部位毫无偏差地用三维呈现出来。经过昼夜奋战，可以用来协助诊断病情的虚拟现实产品终于研发成功。二维的医学影像数据在软件计算后只需15分钟便可呈现出三维形式。不但如此，这套 VR 设备甚至可以模拟出整个手术的过程，让医生提前演练并预测可能出现的风险。那我在 VR 技术当中，我的手是完全构建一个手术室的状态。那现在我们在 VR 底下的话，就实施我们这个 ACF 技术，从麻醉开始，啊，然后，在这个椎体上开槽，依次从下往上。做了万全的准备之后，史教授信心满满地走上手术台。在高科技软件产品的助力下，这台高风险高难度的手术最终获得成功。你这个治疗好了，这是时代的骄傲啊啊！我们也因此而感到高兴。好，谢谢，好不好？谢谢，哎，好。神奇效果。作为软件工程师的他，开始带领团队专注于 3D 打印控制设计系统的研发，以便这项技术更好地运用于高端制造领域。因为现在 3D 打印的工业化这一块的趋势也非常的明显，我们也拥有这样的经验和优势，所以我们选择直接走工业化的道路，希望把我们这一块的新型的工艺和解决方案能够推到建筑领域、汽车领域，甚至航空航天这一块的应用中去。最近，张玉接到一项新任务，上海建工集团希望运用他的软件控制技术，合作打印一座真正可以走人的桥梁，架设在公园中。使用什么样的材料才能充分保证安全性，是一大挑战。这么大规模的打印，国内外都是第一次，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选取，对吧？我们一开始是拿的 PC 材料，但是 PC 材料打印的时候，打印的性能不好，还有呢，它很容易老化。大家看到好多塑料放在太阳底下，过几年就展掉了。上海建工集团提出，必须保证桥梁拥有30年以上的使用寿命。为此，团队前期花了8个多月的时间研究各类材料。我们接到 3D 打印桥这个任务的时候，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首先，这个挑战来自于这个桥的承重问题，然后最终我们通过我们的对桥梁的设计，在材料里面加上了纤维的混合，达到上百人的承重。桥梁计划建造长15米、宽4米，
为了这项任务，机械团队打造出了一台巨型 3D 打印机，这其中最重要的部件叫做挤出机，它可以将高强度的高分子材料加热至熔融状态，就像我们平常挤牙膏一样挤出，然后让它成型。然而，新材料与新机器的配合一开始并不顺利，挤出的材料性能不稳定，经常会发生明显的变形。通过数据分析，张宇发现问题出在挤出机的控制系统上。现在这个东西你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首先先把它前面的熔料段加长嘛，加长了以后然后提高速化，这样子你电机和减速机肯定得换。对，电机和减速机要换大，过料口可以设计的更加科学一点。整个的设计其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加入一个辅助装置负责将材料拍打成型，在拍打器拍打完材料以后，这个材料在成型的过程中就不会发生变形。经历了半年多反复的实验与修正， 3D 打印团队终于完善了自己的设备与方案，打印出样品的纹路也从最初粗糙的样子变得细腻光洁。2018年10月25日，在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后，桥梁即将正式开打。水杯子怎么样了？所有参数都调试好了，温度也到了，速度，都调好了，马上可以开工。OK， 那就准备开始吧。在机械臂的带动下，高分子材料开始均匀的挤出，分布在底板上。通过逐层递增的方式，这座桥将慢慢长高拉长，打印过程昼夜不停。在持续了1个月05天后，这座凝结了团队一整年的心血，全世界最大的高分子复合材料一体成型桥梁终于完成了打印。在通过严格的承重测试后，这座桥于2019年1月8日被整体吊装至桃浦智创城绿地公园投入使用。国家在发展，公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在发展，那么我们觉得就是作为先进制造业，好多先进的东西可以被我们所引用。上海制造的智能化发展是信息技术升级的结果，而它的动力源正是被称为国家工业粮食的芯片。如今从翱翔太空的卫星到陪伴我们24小时的智能手机，芯片无处不在。张江高科技园区，这里聚集了大批各类科创企业，被称为中国的硅谷。这是华虹集团的一条全自动化芯片生产线。由硅元素构成的晶圆片，在真正成为芯片前，还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叫做光刻。我们现在这个区域叫黄光区，也有人叫光刻区，就好像是我们洗照片的时候需要去暗房里去洗是一样的。那这个光照的作用就是盖在那个曝光机的光线的上面，然后透过这个光照去照射我们涂了光阻的晶圆，就把我们需要的那种电路的图案显示出来。通过光刻，晶圆片上会形成一层层由晶体管组成的集成电路，目前在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最多可以承载60多亿个晶体管，相当于全球的人口数量。而芯片生产就相当于在一个微观的世界里建造超级城市，并能够让这60亿个人协同工作，
因此极为精密复杂。今年我国加大了对芯片研发、设计、制造方面的投入，上海也成为重要的芯片产业基地之一。不过目前我国的芯片生产工艺、生产设备与世界最顶尖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这对我国芯片产业的发展形成很大的制约。制造技术还是最最核心的一个部分，我们这个产业的话就是把晶体管越做越小越做越小，今年最先进是7纳米。我们国家的情况，说实话我们一直跟国外相比总归差个2到3代，所以这方面给我们的产学研研发应该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机遇，所以我们就跟复旦大学联合寻找新的突破。张卫，复旦大学教授，集成电路专家，多年来他一直希望通过生产研发教学相结合的方式突破技术瓶颈，推动我国芯片产业的发展。你们几个呢要测试一下我们前面做的这个薄膜的这个性能到底如何，因为薄膜的质量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半幅山的器件的影响呢还是至关重要的。张卫正带领团队研发一种叫做半幅山晶体管的新型器件，如果这项技术可以顺利运用在动态随机存储器上，将使得我国在芯片产业上有新的突破。动态随机存储器，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到的内存，其实现在是市场份额最大的一个单一的芯片，每年的话差不多是在5-6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市场。如果我们能够开发成功，那么我们将会打破国际上对动态随机存储器芯片的垄断。传统的釜山晶体管分为3层，通过对上层施加电压，下层的电荷就可以穿过由绝缘氧化层构成的一堵墙来到釜山，在釜山中电荷不再运动，从而实现信息存储。张教授计划在墙上开一道门，构成半釜山晶体管。一个呢就是它的速度上呢可以提升10倍，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工艺兼容性是非常好的，第三个的话呢二极管，我们在做了很多次尝试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二极管呢它的漏电量非常大，换句话来讲我们这个门关不紧，那所以说呢我们就在尝试有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器件能够实现让它关的时候就关，让它开的时候就开。为了做这扇易控制又关得紧的门，张卫翻遍了国际上权威的资料，希望能从中找到灵感，然而却始终寻找不到各方面都能达到要求的器件。经历了1.5年的艰难探索，一种叫做隧穿晶体管的控制门走进了张卫的视野。隧穿晶体管呢它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双向导通的一个二极管，它的充电效率又很高，然后漏电量又比较小。那么开始的话我们进行这个模拟，然后在理论上可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在实验室来做，那么差不多经过了1年多的实验做出来这样的样品。几经周折，试验终于成功，这是中国芯片科研的一项重要突破。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从科研成果到产业开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半围栅晶体管，那么它是一种全新原理的一个微电子的一个基础器件。啊，能够做这个样片是很不容易了，就是说把一个从实验室里面的原型的器件结构，能够把它变成一个产品可应用的产品的这个器件，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工艺开发，啊，要做到特别像可靠性啊这些，就是工艺上。的技术通过产学研的结合啊，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产业生态，我们争取在芯片这个领域里面形成若干的重大突破。随着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正与工业生产深度融合，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正在深刻影响着制造业全流程，抢占产业发展战略制高点，构建更有活力和竞争力的现代产业生态，成为上海制造的转型升级之路。上海制造，这块金字招牌，将穿越时空，闪耀着创新、智慧的光芒。